你好，下午的4:21，今天呢，社长跑到了北极府，这是北极府是拜玄天上帝的，那么明年玄天上帝那个过圣诞，刚刚看到我那个隔壁的东东啊，请他来吃圣诞，他那个圣诞那个餐会啊，1人600啊，北极府的我们啊。那个玄天上帝及那个五路财神啊，他也拜五路财神。社长燕国龙带领了我们环球邮报唯一的会员，祈求各位啊，今天众神们能够降牌成功。今天我们公开仪式2630，2630，我们今天全车是2627，全车2627，但是社长自己先独碰2630。祝大家好运，都能中奖。